可以派小陆去，他可以代表我直接去找赵祖康、刘昌义，名正言顺，大大方方的去。是，也算我一个。你不行，这样冒险的事情，不可能让你去。我除了是经济专家，刘昌义是我姑父。共产党进城后，不会另起炉灶。 事业会将上海市政府各个机构予以接收，你留下来做好服务，为他们服务，好好表现，取得信任。我要你做一把尖刀，在必要时插进他们的心脏。把上海地界、工厂、银行、商店、戏院、酒楼，能给我砸的，全部砸烂。还有。 只要是跟共产党人有任何瓜葛的，就地处决。现在，我以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的名义，下达上海战役攻击命令。为了使上海市区少受损失，我要求部队在市区作战，力争不使用炮火。